那个豫北叙事曲的第四段一样分成三大句。好，第一，因为它是在线第一段，所以速度不用那么慢，可以稍微再快，可以快一点点。好，而且用的柔弦都是重的柔弦，快的柔弦。二指滑上去，交给一指的哆，上了弦。装饰音先出声音再还，一指的升发或用三指的升发都可以，四指的收，同一勾带二指环下来，区分出来两个收。第二句，这里是同一弓两个拉，所以中间要逗点。原位二指再换吧。旋换吧，跳外旋，空旋换吧，原位连段稍稍渐慢。第三句速度要比前面慢哈。五个音一勾，低音下来，第三点的高音拉一指，原位。一指的收换把，再来原位一指，两两一勾。